头前一只虎啊，后壁几兵呢？啊，头前，你讲头前有虎？是啊，那有可能啊？若是虎哦，甲平时我着亲身来拍。当作我无讲，我唔敢讲话啊！你唔敢讲话，我唔敢讲话啊！不能用啊，不敢。那现在要如何是好啊？既然是娘娘伫咧头前，就赶紧向娘娘说明此事啊！官人，爱甲讲哦，爱讲啊，无讲性命就无，后壁对面过来啊！我讲。嘿嘿嘿嘿嘿，好事哦！哎呀，爱妃啊，你来无代无志，无缘无故来到此地，好事哦！哪里我再宽容你，你哪不在银行店来到此时呢？穿甲布甲，出外里来游山玩水，表喜谢人，解我心意来到此地吼。无对，我老伙呢，坐条聊咧讲笑，也真少出外里来，也既然有闲，出外游山玩水得啦，这是应该，这是哪？本来你嫌是哪咧？爱到出去要分享。穿甲布甲，都往到在此地，希望哦，我一个爱妃啊，你救寡人的性命啊！我叫你卖怪我，我听话，你无听，假使连偏偏你也会，也叫人阿个死的代死。等。爱妃啊，你为国倾倒忠心，看到寡人伫咧落难，你竟然讲免甲我斗三工，那你于心无忍，你救我，拜托你啦。好啦，咱是分委人情。爱家老目睭金金拍分，让你伫咧受气。爱我求你个，你两年省下一笔。感谢爱妃哦。